柜门调整方法演示。上下调整，逆时针松开这两颗螺丝，把柜门上下移动，调整好后拧紧螺丝，前后调整，逆时针松开这颗螺丝，把柜门前后移动，调整好后拧紧螺丝，左右移动，这颗螺丝顺时针旋转，可使柜门向右移动。逆时针旋转，可使柜门向左移动。